大埔鄉推展觀光，接受台南文化美學輔導，大埔餐桌結合新帶民異國料理。今日來自越南美食春卷，由來自越南的新帶民帶領，融入大埔鄉麻竹筍米生菜优质的食材，配合宜洛蘸酱，在夏日是一道可口用心的美食。这是我们的越南生春卷，然后加我们在地马竹笋下去做的料理已经完成了。如果在吃的时候搭配一点鱼露的话，会比较就是符合夏天的口感，吃起来会比较凉爽一点。和平社区理事长吴以豪表示，作为来美学辅导推广学习的有新带民以及各社区退休的妈妈，不管路途遥远，热情来参与。我们这一次其实很荣幸，我们获得到台南生活美学馆的一个文化美食的一个辅导了，然后在这方面，因为我们和平村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新住民住在这里，然后跟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当地的这一些在地的长辈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，然后比如说越南美食，它的那个春卷也很有名，然后透过我们在地的食材，大家在这一些互动当中，增进更多对文化的了解，跟对彼此的认识，我觉得这对我们和平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，希望可以多来执行。异国料理越南春卷融入大埔乡优质的农产，创造出一个清新解脱的饮食。这是首次来尝试，过程中大家互相理解、认识，增进融合大埔幸福感。细心新闻蔡明堂大埔乡采访报道。再讲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。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，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